OPPO 2019中国好声音，李荣浩战队最后一刻险胜王力宏战队，最终的比分是李荣浩战队4-2战胜了王力宏战队。本周哈林战队对决那英战队，老战友好声音战场再相逢。学员最少的哈林面对败队减员的残酷赛制，如何险象还生？深深去回忆又深深凋谢，有一天我会站在远处向你挥动降温的手。明明知道这不是一个大众市场，可是他喜欢了他就去勇敢的做。我们让音乐丰富多元化。我们有七个兄妹，我们的战队叫做哈密葫芦瓜战队。我是大娃来的，这是力大无穷的那一个。我是六娃嘛，我的技能是隐身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哈密葫芦瓜战队的五娃，我叫陈其南。我是哈密葫芦瓜战队的四娃贾珍。感谢我们的爷爷哈林老师。爷爷爷爷爷爷。拥有骄人战绩的那英小二班，能否用过去的经验排兵布阵，轻松迎战？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。中间那个跳舞的那个地方特别可爱。对对啊，你看，如果我的学员这样跳，你会不会想踢他两脚？不是，你要跳的话我就带头退出这个节目。看到你们出场的时候，我觉得哈林哥死定了。这首歌零瑕疵，非常优美，你要诚恳的唱歌，一定会打动所有人的。最终谁能获胜，拥有争夺本年度最强战队的资格？哈林战队对那英战队最终比分是，哎呦，现在本周晚9点，浙江卫视2019中国好声音。